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最新百度网盘免 VIP 高速下载方法。目前百度网盘解析可用的方法非常的少，基本上已经失效完了。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，而且的非常好用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稳定，但这个方法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，反正大家能尽量用吧。本频道无偿提供免费节点和免费电报代理给大家使用，如果朋友们要用的话，可以到电报群或者评论区获取啊。今天视频有点长，请大家耐心看完，废话就不说了。如果视频能够帮助到你的话，请点个再加订阅支持一下，谢谢。好，大家请看我的操作。等一下要用到谷歌浏览器，我们先让电脑连接外网状态。我使用这款快连 VPN， 没有的朋友可以到评论区获取啊，免费使用3天的资格。点击开启外网线，很快连接成功了。我会给大家提供两个网址，到时候我会放在评论区和简介页面。好，我们先打开浏览器，第一个网址是篡改后脚本，先把第一个复制到浏览器打开。请认准这个名称。好，我们拉到下面这里，这里有个下载，我们用这个黑色的版本就行。点击去商店。好，进来以后呢，点击添加至 Chrome， 会跳出来要添加篡改后码，添加扩展程序。这里会提示已经添加成功。好，它自动跳到这个页面的时候，篡改后已经成功安装。接下来我们复制第二条网址，百度网盘千千下载助手。好，我们复制它，在浏览器这里打开它，百度网盘千千下载助手，这里点击安装此脚本，点击它，安装脚本，跳出这画面，其实已经安装成功了，但网页不会给你提示安装成功。如果你不确定有没有安装成功，你可以再次点击安装多一次，安装此脚本，安装脚本。它这里显示重新安装的话，那就代表已经安装成功了。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使用了。这个脚本在哪里找出来呢？为了新手，以后不想要了可以删掉，我就再多说一点点啊。点击浏览器右上角扩展程序，这里篡改后，这里点击它，管理面板，这里可以看到刚刚安装的百度网盘千千下载助手。如果你以后不想使用了，在这里删除掉就行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些网页关掉一些。那我们怎么使用呢？非常简单，大家看我的操作。我在网上随便找一个百度网盘下载链接地址啊，复制百度网盘下载链接，在浏览器这里打开它，输入提取码，提取文件。好，这个时候要登录我们自己的百度网盘账号。好，我已经把账号登录进来了，点击保存到网盘，点击确定保存哈，点击网盘，这里
会出现一个千千下载助手，找到刚刚保存的文件并勾上，对，点击千千下载助手。这里有两种下载方式，它这里有教程，我用的是方法二。方法二呢，无需配置即可使用，这个方法使用比较简单一点。好，点击下载这个软件，点击它。好，下载下来，来到桌面，把文件解压出来。好，打开它以后呢，再打开我们 LNG 启动器，它会自动跳出来一个下载网页，还有右下角任务栏这里也会出现个连接图标。回到网盘页面这里，点击获取直连地址，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要求你要关注公众号啊。获取验证码呢，不收费不套路，可以直接扫码，也可以搜索千千公众号，好，回复验证码三个字就可以获得验证码了。我已经成功获得验证码，填入进来，再次点击获取直连地址，复制直连地址，保存路径你要记住这个位置哈，不然下载好了找不到文件。好，它保存在 D 盘的这个位置，但你也可以改保存位置啊。好，我们点发送至，提示已经开始下载了哈。回到我们的这个 NG 页面里面，会加载一下。加载成功了以后显示已有文件下载了。啊，你看这个下载的速度呢，这里是 10MB 啊，不错哈。而且的话已经跑满了我的宽带了啊， 3.66GB 的文件大小。这个五分钟呢，其实这个速度还是很不错的，你的宽带更好的话应该速度会下载的更快啊。但是这个方法也有一点不好的地方，就是它不支持文件批量下载，也不支持文件夹下载，但是免费能用就好了哈，不用充值 VIP 会员多爽啊！别要求太高了，现在能用的真的太少了，如果你有其他方法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已经下载完成 100% 了。好，我们到D盘里面去看一下我的电脑。好，我的D盘呢是已经爆红了哈，就是这个文件夹，就是刚刚下载的文件 3.6GB。 好，没问题啊，今天教程就说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不明白地方的话请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